那一般像这样就是这边啊，弹簧断掉掉了，怎么 A 装呢？我的方法呢是用一字平口螺丝刀顶在这里去 A 装的，从这里最上面一槽顶进去，顶进去以后，这个一平口螺丝刀就变成加力杆，这抬起来就很轻松，装上去拿下来也可以这样，很轻松啊！大家有好的方法。